欢迎光临啦！六十二家，我是玲玲，欢迎老玲玲，看上去好。来，三二一。今天东西比较简单。我开小，你开大。这个是键盘，它是一个键盘 ，K360R。这是电脑键盘，这里还有一个USB 插头。嗯。但是，那我们一起来哦。因为现在的桌一般桌机的键盘打不习惯，习惯用笔电的，所以才买这个。然后想要买的无线的键盘，只是一条耳机的那个延长线。然后现在耳机的线太短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时候想要抢来玩，就是叫他们拍 ending， 我拿去用，就是换。好 ending 的来。没有，键盘要拿给大家看。等一下，好轻哦。蒜片姐订阅我，每天晚上都会出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我要打这个，那我打这个。接在哪里？因为这个比较卡，这个比较松，然后。松的很好打，要我看。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？我家有个键盘。这是桌扣挡到我的。好，先习惯笔电键盘，现在用桌机键盘不习惯，所以只好买个笔电类型。用感觉好像可以哦，那就留着用吧。剪片呢？觉按键比较小，怎么感觉比笔电的那个键盘也小，尴尬，小家子气的。这是剪片，剪片大概这种感觉。好吧，那就只能感觉键盘好小，习惯吗？
打字太快，手跟脑部协调。收工，可以。嗯。